粉，两个跑粉。吕文武先生拍电视，刘胡很爱情的。要干嘛？恋爱爱爱。带我去看《出轨唱日》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年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行程很闲。是五月天的石头。是啊。这个演唱会，这个。对。停车。以后不要再打来了。大哥，在不在？哥答应你的事情没忘记吧？能让你看害怕一点吗？
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，和你再干一杯。说对你的感谢。